刚刚那个易俊吼，来给咱介绍，让咱了解吼，啊，那这也在精气神充沛吼。啊，等下，咱的博士吼，伊自我介绍吼，伊会安尼第一点嘛，大家了解吼。啊，即摆伊是咱台湾民政府的第一副总理吼。来，咱各位同仁，请起立。起立。掌声。
那个常识给大家揭示一下。第三个是 WHO， 是 WHO 是什么？是世界卫生组织。WHO 和 WHA 有什么关系？新民歌是 WHO， 新民歌是 WHA。啊，哪里？你在哪里？在什么共鸣的在啊？啊来，那个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哈、哦。2004年12月25号，tsunami 怎样现？海啸 ，tsunami 就是海啸哦。啊，对于那个斯里兰卡啊，冲击了哦。哦，你看哦，到现在现场都打那么都没都倒了哈、哦，学生没有办法上课，我去那边两个礼拜慢慢看病。啊，来印度。印度，我都到印度南边去啊、哦！印度的北边啊、哦，很发达呢，像孟买啊、加尔各答啊、New Delhi 啊、新德里啊，那是比我们台湾都发达的地方。可是印度的南部非常落后啊，都不开发的，无边的戏啊，没有医生，奇怪，医生都没有看过医生啊、哦。还有这个叶医师。这个在你们的公民报销叶医师的哈，喜爱来公叶医师，叶克膜叶医师的人，赶紧来，啊，这个很要紧，这个华理哈、哦，我们既然是高级班，我要把那个，我们常常我来上过高级班以后哈、哦，回去哈、哦，啊，看嘛，我每一个人刷到嘛，共。十分钟啊，都干部会人讲的，啊，人就啊是啊，安尼只，啊，同家的，嘴开开，嗯，我有感觉这个痛苦，我有经验到这个要说服人家，所以今天我特别整理了一套，这个如何和人家交谈很快的，哦，15分、20分就把整个我们的理论我浓缩起来，哦，那、啊、你如何在短时间以内说服人家？你如果不在短时间内说服人家哦，你甲讲一点钟。阿姨，等下啊，你的空气我唔知影，啊，几条时间哦，那、啊、我这个等一下，我这个一定要讲这个话语，哎，浓缩起来，怎么样讲，人家才会很快的相信哦，这个话语，好、哦，这个我事实上哦，我在这里，哦，我底下就顾呢，6年的常务董事。3年的董事长，啊、8年的院长，啊，我非常比啊，我你搞到17档比，辛劳了吼、哦。啊，我4年前退休，啊，退休的时候，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来退休感恩礼拜的时候，他说，你那个感恩礼拜能不能让我10分钟讲话？啊、因为我们总会规定说90分钟内一定要完成，啊，结果大了官小了官官给拢拢搞哦，排得满满的。我说老兄，对不起，你只能来不能讲话。啊，他说好，没有关系，不能讲话我也去。那是我的好朋友，叫做姓陈，陈仲谋。班长，请同学时间，一4年前去催我。我告诉你，一拜水，我告诉你，我要买空调仪。伊拉讲哦，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哦啊，让你了解，啊，以后你就来当卫生部长，哦，哎，就要去做卫生部长。啊，我讲老兄，开始哦，劳命一下。我这一行，我当医生当了40多年了，哈、哦，啊，就让我想一想，很辛苦的，哦，哦。啊，所以自那时候4年前起，我就电视也不看，报纸也没有看什么，我的岁数一概不上。我以前的什么民进党在做什么，我不是民进党员啊，我嘛无加入国民党嘛，我加入我这个人就倒过来，国民党那陈光明一定会叫你加入国民党嘛，对不对？你看我就无加入，一旦拒绝哈，啊，民进党叫我去我也不去，可是。我有一颗爱台湾的心，你用北京话讲爱吼，就是无依无属啦。来讲啥呢？我有一颗疼台湾的心。疼台湾的心嘛，大家嘛爱台湾，连江泽民嘛讲我爱台湾。
个土地啦，真侪。可是咱台湾人真正有一颗疼台湾的心哦，我有去过啊，所以以前呢还不晓得这个路数哦，那阿碧的山谷，谢唐林的山谷，哦，我都叫我落去台下顶演讲啊，什么啥啦，啊去世界卫生组织那块招呼大会啊，七单。伊遐画啥物人，我拄在上，我拄在听你讲个。哦，我拢去画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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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物事。我感觉我神啦。你们这些乌龙不好啊，所以讲好像老命。我把陈仲谋先生也感觉做错了，我老命开始我，我给我过一个好生活吼。啊，我去找着一个头路啦，都无钱啊。我两个孙啊，一个一年，一个五年的。啊，这两个哦，吃我道道啊！你别叼我啦！阿公，我要请你，阿你来，回来，阿你来，欢迎欢迎，哦，哎，欢迎欢迎来啦，对不？啊，就说白啊，那这辈子真没有人听啊，这哦，真正吃我道道啊，吼，那就欢迎咧。啊，等于再一上课，啊，再一上课，啊，我做黑色迄个油品吼，细只油品，我油品是三十斤吼，我油品更安平。你加一个安平的鱼丸，迄个丰益园有食无？哦哦哦哦哦，哎、欸，这哦三界动物的鱼丸安平，哎、欸，啊，我即只船啊，伊更安平，啊，我即只买三百，我一只快艇安平，我一只早上斤。哦、我一礼拜去开，拜我拜拜五去开，泡茶四点，我都九点睡觉了哈，啊四点就起床了，我生活很规律，哦，啊去飙船，我唔是咧钓鱼咧，我飙船，甚至说飙船你知影吼、哦，我还有当招四十只，你知影四十只老劲无？四十节到七十五公里啊，只能还当招啊，这么简单的哈，哎、哦欸，啊我就一礼拜去飙两拜。啊，去游泳，一礼拜游泳两摆，一摆一千公尺，好啊，对，啥物都无要紧，身体好咧，上要紧个对无？哦，啊，阵来到载囡仔啦，虽然了自我斗斗袂要紧啊，欢喜感恩安尼，安载囡仔，载囡仔吼，安尼。比较是当前，一年前吼，我有一个同学吼，伫大学的同学，伊嫁一个妹好啊，啊，这个妹是什么妹呢？是。在美国圣地亚哥一个蔡蔡平华先生，你知影蔡平华无？在哦，啊，佫一个王峰卓，就是原来是国色国文，伫伊个圣地亚哥，因两个伫遐咧拍片，教会咧努力。啊，伊伫教会咧演讲，啊，请一个伊个 sponsor， 不是 sponsor， 伊个咧回答，哦，咧演讲会还有一个。起来讲，哎、欸，你讲啥？我跟你问啥啥？伊爱做员工的人，啊，去请一个迄个人吼，做真正做员工。迄、那个人吼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精神科主任教授，啊是美国的院士，啊是咱台湾的中华民国的院士，哦，中央研究院院士。伊、啊、咧是研究精神遗传，进行精神遗传，啊，所以是世界 top 的，今天 top 的。啊，今日我看。OK， 哎、欸，啊，迄、那个，迄前高档捌插这书的人，不啊，当兵啊，扛人的，迄、那个是阮乡的，阮大哥啊，啊、哦，阮大哥是世界著名的，迄个精神医学的遗传因子 ，genetic 的迄、那个管理啦，所以，伊讲，哎、欸，啊，这块人的岁数啊，捌来插的人啊，扛人的，在去听演讲啊，还在那边讨论这个问题啊，哎、啊，搞臭的嘛，讲，哎。啊！你是安那？你安尼走来走去，啊！你太无国民党个样，欠杀啦！哦，伊安就是两百蚊着。咱台湾人一高单拢安尼嘛。对啊。你若太有，搁咧样去欠杀啦，样去创啥样？伊讲太无，那就对啊。啊！我听咧讲，哎、欸，他们在讲的也有他们的道理啊。这个他们是就是民间物嘛。哦，那时候一年前我还是想他们呢、啊。哎、欸，他们讲的也不错。啊，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天天。困伫迄个电脑，哦，我虽然高点咧困，以后从那一天以后，我到一两点、三四点，晚点啊低坑啊，阿伯、啊、来飙船啦，安尼，都是这样哦。从三每个各位都跟，我将所有的论述，安一直到陈仲谋的
还有理事长的，还有合作员的出现，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人，然后我印象这件事情，我就一直要知道你，就是每一直一直到底，所以我大家说，这个真正他在我咧，你参民进党咧参民先生，拢无结果。所以我要要命咧，我要做一下退休的时候，很多我去读着资料吼，我感觉我迄颗那颗疼台湾的心去咧吼，我全部一直在瞄起来。你讲这有诶，真正有台湾来拍拼哦。像当下咧家己咧，家己咧娱乐，家己咧咧去，安尼种意思。做人安尼是啊，家己为着家己尔，无啥意思。所以我一直等，只卖台南州成立了，我啦，啊拜我就去啦吼，拜三拜四啦。这是啊，所以你来你高级班哦，高级班的廖学建书哦，建书是就是永远的公务人员哦。啊，恁若阵较早我咧读的安尼哦，啊，等于我们教的讲啊，啊，你怎讲无话啊？啥？还闹鬼呢？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如何不闹鬼。好，这理论，因为若普通人要讲吼，啊，讲到一两点钟、三点钟，讲到人也听无。好，你讲啦，我从头来，我今天刚刚讲到讲什么？哎，这是先我都讲袂落来，啊，都变讲到跟生疏啦。好啦，我虽然我捌做侪，但是我有去慢慢去整理，整理是做变哪通说服的。要讲说服吼，不是讲啊，就是安那安那个，你系理论是对，你这个是对对来，你袂当讲啊，都一般拢安尼，那个是在辩论上是不行的啦吼。你对于讲这个，你讲入俗，美战入俗是安那是入俗，你讲出来。简单几句都爱讲个明白，你简单吼，咱一定咧，我这是啊，所以过三冬以后。开我也生活了，但是后来都一头不栽进来啊！啊，我甲秘书长讲，我无要做官，我无要做官吼。我永远的义工，我就是要拍平安尼吼。啊，你要摆什么声，拢唔免搞，什么职位拢唔免搞白，等下再去发吼，啊发表诶，还是再去发表。我讲我就是要，就你若甲叫声，我就去。啊，拄啊，即摆要叫我去秘书长，哦，要去开会啦，有人派我啦。我就拄啊，阮一个孙啊，啥要结婚啊，啥要讲话啊，啥，我人无法度去，我人无去啊。我顶个嘛去，知道就袂安怎想个，知道去美国吼，恁知有小可发生代志嘛吼。迄个大家心肝无坚定嘛吼，啊，重要重点，我看是重要重点。迄个论述吼，咱今天大家作用个呢，咱个草民我处处写个，啥今天大家拢作用个，唔过。那个心吼，穷了十块钱嘛，穷了十块钱有啥危险嘞？就是说嘞，流氓政府会甲你掠嘞。咱真是拢伫 USMG 美国军政府的保护下开民政府，国民党唔敢甲咱哪样嘞？你若是踏出这个民政府吼，较自由吼，国民党要甲你杀掉，甲你杀，你是要哪样啦？你违法，你叛乱是？对，好，这样，所以双方他有较偏，他禁止，他形成很不好的事情嘛，吼，因为啊，即摆过稍微三冬也都成功，哦，安尼无忧在先，啊，即摆开始一头又栽进来了，吼，但是我感觉啦，但是讲虽然咧自我道道，嘿，我感觉，啊，虽然在做难过，我来遮咧上课，家己了。公车家己徛来，家己坐来，伊要搭什么车嘛？或者啥我拢弄，伊这我拢家己去做。哦，就是义务的嘛，大家爱用义务来做，我就是用块心情来做的。啊，所以伊来去装钱去了，啥我拢唔捌怎样吼。我家己要去上课，对不对？我要回馈，我用我的吼。所以说，我现在来跳的，啊，本来要过着退休老生活，啊，现在来就是，好吗？这个心，但是我现在讲着这个心了。等下讲到迄个心脏吼，会可能会讲的吼。好啦，即摆较夯的问题就是 HCN9 这个问题嘛吼。这两日咱刚刚讲台湾迄个啊要死啊，唔食死吼。迄个台湾丢一个尔嘛，啊我从中国转来嘿。啊，什么叫做 HT H7N9？
甲型流感病毒 H7N9 H 就是血液啦，哦 H Hemo H 是血液， N 是神经啦，哦啊，所以神经诶，血液归何到神经归何合起来就是一项病啦，哈、哦。来，所谓的 HCN9 的病毒名称缩写就是 H， 就是跟人工血液嘛 ，Hemoglobin 就是血球凝血素 ，N 就是迄个 Neuronin 神经氨酸酶，哦，啊，这两种病毒在抗原的名称哦，来变成 HCN9。这个意思就是讲 ，H 第七型的血球病毒，当 N 到诶神经氨酸酶病毒来，这个 H 哈、哦，拢总会当十六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十六个 H， 啊 N 呢到伊个病态病态到高量，哦、啊所以有可能就是迄个 H 十六 N 到。好像病毒啦，啊是 H1N1 流行过嘛吼，啊是 H5N1 捌流行过，昨台大有报一个讲，一个囡仔感染着啥 H3N2， 哦，昨感染着一个囡仔 H3N2， 来我即摆讲，我拢知影讲，诶，即款的吼，即款的拢是流行病毒，即个流感病毒，来。咱普通的迄个感冒吼，分做两种的吼。第一种是普通的感冒，死白棍的细菌性的，迄个一般的感冒，叫比如咱老天气啊，咱迄个老鼻涕啊，像在迄叫做普通的感冒。啊，咱若讲着流行性感冒，所谓流行性感冒是病毒性的感冒，就是新冠病毒哦，病毒感冒两种，普通感冒感。流行性感冒很重，哦，啊，流行性的就是病毒性，啊，普通的感冒是细菌性，细菌跟病毒 virus 不很快的哦，很重病，是、哦、吧？来，加工 H7N9 原本属于第一致病性感冒病毒，仅在前先发现哦，懂不懂？给他教啊，以前未发现过人的等等哦。诶，这是叫鸡仔鸟啊的啦，吼、哦。但是吼、哦，伫咱隔壁迄个国家吼、哦，实是前二三岁才有啊啦。啊，因吼、哦，啊，因绝对拢骗人，拢骗甲讲无啦。骗，他早来 SARS 嘛是安尼呢 ？SARS 吼，伊甲咱骗种死种侪人啊，也安尼讲无呢。啊，是世界卫生组织拿来做官员，伊甲讲讲，诶，这都拢是 SARS 啊，啊，乖乖讲。啊，这个时间来看，伊乖乖来讲。来，病例所示在中国的是啥呢？《纽约时报》中文版，伊四月初一甲报道讲，上海有两个人感染，啊，去世。叫外国报纸来报嘞，伊就讲唔敢，伊为啥物就唔敢讲嘞？讲啊，有啦，哦，有啦，安尼有啦，有这病，啊了。一日伊就开始讲哦，到时几个，我拢有人无啥物相信伊咧死个，讲伊无当就不是诈，不是也是偌济个吼。啊，即个吼，近目前较主要是伫迄个三江三角洲啦，因为即摆个即个病毒是伫后面，迄、那个咧飞个所在飞吼，无你讲台湾即个，啊是礁溪迄种会飞来，后面会飞来啊。啊，搁即摆一个较要紧个问题就是。中国去啊！中国去拢在来啊！一日讲几千万、七千万、几千万来，迄个人惊人嘞！啊，老阿娘爱饲狗，爱饲猫啊，迄个。啊！爱饲狗啊，猫啊，迄个。迄拢会，迄拢会，但是个天无叫转着啦，反正等下等。哦。即个样哦，即款 HCN9 吼，有一个较可怕的所在就是啥？动物去钓到这吼，会死。未死，啊未死，你着安怎？未发病啊，对无？伊未死，佮会知影伊咧着这。啊，若到早迄 H1N1 还是 H1N1 咧，迄叫着安怎？规条拢死了了咧，拢着加济啦，是毋是？规条死了了，
哦，又来了，这个病来了，大家都咱都会注意啊。讲哎，卫生局啊，什么什么来分哦，来什么，啊，无死的来那个，安尼啊，但是这个未死，啊未死了，啊咱发现就办，啊所以有一个几点钱的哦，伊虽然得病，咱也唔知影，哦，遐底下鸟也得病，未死啊，啊你所以你看唔知啦哦，啊所以讲，迄、那个。病毒在民间传播，而不能被饲养者不是卫生部门及时发觉，那发觉不到啊，哦，你的口管不管怎样了。好啦，这个咱知影这个 H 是 H 狗吼，意思是相的是，咱刚才讲伊是迄个病毒性的，啊，所以那是病毒性的感染吼，一定就是卫生部门了，骨头生疼。啊，发烧，这流行性感冒的特色哦，对，来，对，咳嗽、发烧、嘴后肺炎、呼吸困难、浅呼吸，好啦，心绞痛浅呼吸 ，inflammation period， 心绞痛浅呼吸，就是讲，我今仔得病，啊，我叫人胃着，偌久才发病啦，这叫做浅呼吸，哦，啊是 inflammation period。清晨啊，清晨啊，所以我今天用胃掉，我今天、明天、后天我都没事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差不多四天到七天，你才会发病的、啊，哦，那时候你才会发病啊，哦，这叫做潜伏期的，掉的病毒，因为是，它不会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哦，好来，那是依据这个传染。这个病毒，这个病毒，伊就是对迄个鸡仔鸟的分泌物啦，爱排泄物，伊放屎尿啦，啥物啦，鸡屎啦、鸭屎啦，迄款的，对迄款的咧传播啦，哦，啊，迄款若流入去水，啊，伫水就飘，啊，就掉啦，吼，啊，所以感染的途径有两项，主要是两项，就是一种就是伊若飞起来，呼吸道。感染哦，张嘴就叫哦，啊，搁一项，你水咧流线啊，你无汗无屎，我虽然甲你讲讲咧，甲你讲讲咧，你洗碗讲讲咧了，啊，提物件来吃啊吃，对哦，感染有两种，就是一项是张嘴，啊，一项是对水啦啥接触传染，啊是食物件传染，哦，这是迄个传染的方法，啊，所以咱若讲知影伊传染方法，咱就知影通预防啦。哦，不要那预防，用这么那个穿鬼啊，那穿鬼就要先给他挂口罩啊。哦，他挂口罩哦，挂一般的口罩得，唔能挂个 N95 的哈。N95 就做黑穿鬼呢。N95 挂，一旦挂穿真的做厉害了。啊哦，这款哦，那你身份证上面穿鬼的，这叫做，我给你带来，这叫做外科口罩。瓦哥的口罩这里，身份证也会接了哈。啊，那这块哦，这块 SARS 的哦，这块嘛是 N95 的哈。这样哦，就是那个发口都没明白了。啊，是但是穿裤嘛，怎么会穿的？哦，啊，所以这大些就来了。哦，那原创的口罩，没大些啊。以这块的病毒哦，是这块的都 OK 哦，所以你免去哦，中有人讲到讲，我家从来袂 N95 的。哎呀，我真忙去啊！你嘴甲口，你挂迄挂这就有效啦，就有效啦，唔通去挂迄喷针嘴啊！好啦，伊这结论就是讲哦，候鸟迁徙时将病毒传到中国三角洲的可能性较大啊。哦来，加几个画面，刚才讲的是这个啦。疫苗研发期通常需要6到8个月，哦，那很不快，疫苗要做出来哦，不是随手处理出来哦。啊，所以，咱台湾有一间国光，有会做了哈、哦，啊，有会做，他说大概8月吧，什么时候会有？哦，你不要做这么久呢，啊，他要不要做还是问题，依然你交很多钱去做。啊，做完以后没有流行，啊，怎样啊？他讲嘢都打都掉了呢。哦，你投诉嘞，我买牛呢，
啊，你若唔做，那留言来你答袂到啦。哦，啊，所以伊即摆要做啦，可能讲，那是八月出来啦，疫苗啦，吼、哦。哇，这都讲个，讲几点时到点时几个人，是不是？这我拢无啥物个想认真啦。后壁问你啊，我加一个零啦，无认真。是这样，是这样子啦。啊，这报道你电脑话开起来，人你倒讲哦，今仔几个啦，死几个啦，看看就好了，看看就好了，哎，你看看就好了。因为你家是单啊，单拢是八十二个，啊，那四五十四个哦，后边过来加一个零好了，一千八十二，四五百四十二，那差不多啦，吼、哦。那是我现在讲讲，你现在点点啊？哈哈哈哈哈。来，阿文提一个投资嘞，吼、哦，伊这个哦。伊即个是伫迄个，伊伫苏州，长城还来苏州，人台湾，伊伫苏州咧工作啦。爱三月二八到四月初到拢伫苏州啦。啊，初到咧等下台湾，伊免等下台湾，一定爱对香港去嘛吼。哇，对伊个上海去啦，吼，啊对上海，啊对随上海飞转来。爱讲哦，即个期间若无去，其他鸟啊、啥物啥个拢无去甲伊接触啊，啊食物件嘛无食着迄个主播式个，吼。哎、欸，最近咧食迄个什么鸡卡、鸭卡啦、鸡卵啥，煮个食个哈。哎、欸，这是预防个，唔是讲安尼个。哦，卖食迄个青、半生食个，像迄种拢卖啦哈。最近这边流行的这个时候哈、哦，我们就大家小心一下，不要吃那半生熟的哈。阿姨讲你都无啊，阿无怎么会？来，一起到邓来哦，邓来好人呢。啊，到十二安啊，开始发烧。哦，初九伊就是按可能十二发烧，可能就是差不多初五，就是头一礼拜，伊差不多初五去吊着，啊，初九转来，拢不是好事。啊，到十二咧发烧了，哦，啊，伊看无效啊，啊了我转去台大啊，啊，我甲头仔拢唔敢讲，你着转去台大，我还偌吃咱。在台大遐有甲看到的人吼，啥，哦，迄拢在隔离啊，啥物啥啊，啥，哦，足凄惨啊。那叫迄来吼，迄叫来病院就凄惨就对。来，哦，这台大讲接触者共139个人啊，密切接触者3人啊。那这密切接触者无可厚非，引导人啊，哦，啊，但是哦，来台大讲拜年啦，台大有拜年，哦。啊，有几个已经超过七日啦，啊无代志吼。咱若超过七日，就大概讲没有吼，安、哦、心啦。有伊接触了，啊，你有可能吼、哦、一个礼拜就 OK 了吼。哎、哦，啊，伊即摆讲，另外在执行照护工作时，有3人出现呼吸道症状，惨啊！这三人毋知是吸氧、吸氧灾啦吼。啊，你讲烧了，你着嘛着爱隔离起来，嘛着爱叫隔离啊。哦，万一你若是，你袂当讲去喂别人啊，就来个 isolation 对啦 ，isolation 就是隔离的吼。啊，这个是中国个啦，我主要给这张来俾大家知影讲吼，得了这款病就是啥物事啦，全身酸痛、乏力、发热，就是骨软烧烧，吼、哦，啊无力啊发烧，啊开始烧。气泡的症状起来，哦，会看物件少痰，像，我好、哦，这个，所以这个 HCN9， 这个伊的症状就是安尼，吼、哦，伊就是对，就是脑子啦，你若下晡当咱脑底啊烧物件，像，你拢袂要紧，脑部发烧，啊不，这个全身无力症吼，这就是尤其性感冒的特征啦，哦 ，virus 病毒性的感冒，对，特征就是全身乏力。无力，规身躯软烧烧安尼吼。来，这个做一下复习啦吼。这个 HCN9 的新型感冒的潜伏期大致是多少？一礼拜来啊吼，大概一礼拜有的三四日就发作啦吼，一礼拜。啊，最可能是1到4日的吼。来，啊，这个传染的途径是啥？就是，我跟你讲传染，我即摆讲到，甲你讲，我若有我，你也对了。
哦，啊，就是恢复恢复传染是最慢的对啊。啊，所以你若想感觉咧发烧，还是啥，还是你去口罩，啊，唔能挂N95啊，家己找麻烦嘛，挂普通的外科，这叫做外科口罩，啊，外科用的口罩就是这款，普通吼，去收你五块钱这啊，你挂些就使了吼，较袂去有飞沫传染吼。啊，来第二个就是接触传染，啊，接触传染就变啦，对。口罩、哦、不要一天要N95口罩啦，这些买啦，挂这啦啊，啊过来洗手来，洗手，哦，真哩搓啦，真哩像啦，无要紧，你着伊讲加洗十句啦，二十秒啦，咱普通咧洗吼，拢差不多大概一般咧洗手拢几个月五六月，哦，啊你即个短暂的时间，你洗较久，哦，二十秒。哦，啊，迄个清洁液挂了，啊，当然干，给收着袂啊，给收着袂啊，吼，温温润润的啊，强的，迄唔是要杀菌的，迄洗手的意思是啥？把那个病毒冲掉、洗掉，哦，伊个洗袂杀菌嘛，伊个白了时，何里安袂死呢？佮冲落去也是佮叫做滴咧挂的，这病毒是做起来的啊，啊，所以是要甲冲掉，不是要消毒啊，这洗手唔是要消毒，是咧。把那个 virus 冲掉，哦，这就是很简单，这个 N7 N9，知影啦吼，这概况就是安尼哦，啊，拄着阿免上惊啦吼，就是，开始是搞医院啦，啊，不光那个了钱的，快，伊还做的是了钱的，啊，伊把伊当个游民在做，啊，不过歹讲啦，啊。中国兄啦，一直来啊啦，有钓到来，甲咱传来吼，啊，咱就来作心脏吼。所以，迄个不能说不戒心啦，要有戒心啦吼，要有戒心啦，啊，唔免想恐慌啦，吼，唔免想恐慌。迄个中国俗话讲啦，我无话表示为啦，不要扰动民心，吼，哎，拢用安尼啊，哦，霎时啊是啊，害甲心脏都病啦，要来讲无，来。我即摆报一支电脑尾号给你。什么是319？一支电脑尾的。迄个李孔孔叔，第二319加几啊？哦。哦，我为着这种嘛做善，我为着这种做善。我就是恁不是民进党员哦，啊，不过哦，你个阿扁来算，那是谢长廷来算，我拢会去对面，我意见联盟嘛，啊，我意见联盟哦，我以前特别，桌子较大，伊也要，我拢安尼个嘛，我经过考护士啦，啊，迄个福建科啦，啊，检验科啦，是不是七大个？有这些，我过来另外一个，七大科我拢嘛考起来，哦。啊，我是做会长，伊这人拢会长，啊，我著对伊变后边，啊，谢长廷的帅，我嘛著变啊，哦，要讲话啦，啥物事啦，这个演讲啦，弄落去，啊，伊一日吼，伊一日讲，哎，伊这人拢在来对后变后边，哦，我著去对后变后边，啊，对到一半，对到伊阿公，哎，啊，他对到无语啦，我讲你这人我唔知，有钱，你怎么唔知得钱啦？啊，到尾是人咧讲，哎，医生啊。阿边啊，对机密去啊！我甲关紧总理啊，我关紧总理，吼，我关紧总理机密的。哦，阿边啊，叫故意来找他的，也真调会王新民风啊。蛮壮的，我都无唔敢笑，我无笑。哦，真调会，哎，真像调查委员，哎。这是2004年的，2008年哦，马英九钓着了哦，重新调查，还是搁调下去，哦，还是搁调啊，啊，到后壁是咧，哎，人伊调啊调来调去，调到人伊做法务部长咧，哎，哦，人伊去做法务部长，啊，搁一个，伊叫做啥？叶方，哦，林芳办了吼，啊，这个人最近有啥物英雄事迹啊，英雌啊，伊查某个啊。有做啥代志？最近有做啥代志？哎、欸，叫人知影。啊？哎、欸，议员啊，你知影？
哦，对了，不是啦，伊吼，哎呀，你怎嘛？就是去日本，啊去见一个人，啊甲讲，你若等于假面啊，我就甲你，互你无做。变去日本有无？有无这个代志？你做迄个？副总要下，去甲做，就是这个人去的啦。啊，这个东西就是讲调我啊，伊是真没有那个。检察官嘛，最高检察署的一个特征组，这叫做特征组。特征组，越方组，啊，我嘛是官员调，因为共班，共班。他只是调嘛，人家好变哦。相当变。对，只是人家好变。相当变。我说，人家那个变的啊。啊，你安那个变？我问你。啊，你着变无罪，咱嘛会使加变变有罪啊。啊，变啊，你也不是我讲啦，你要加变无罪。哎，亏耶！哎，亏耶！你看，哦，他没开着啦，你都没有办法了啊啊！啊，就是安，这有人打电啦吼，啊，我就我调就调。迄阵打工啥个？迄阵有人投诉打工，迄伤口吼是专门想去画的。哦，就是讲我去画，迄个工资我去画。哦，啊，就是安尼嘛，打电啦，我讲会上位啦，真正真正，我见啊，咱就。我这啊，油料入面，它是包膜、覆膜、覆膜入面，就是包膜内底啦。啊，所以那个到那个脂肪层面咧，包膜都崩破啦。我啊，按这唔免阁去做光疗相，第一个，哦，那就只要我们检查就知影了哦。哦，来，这我做外科医生哦，啊，就要知影哦。你这工序到底是新工序啊？那跑啊，当着的工序是安那？出水嘛吼，诶，工序出水，倒啊睇着，真安涩，真安，迄边边真黑嘛，啊，穿哦，拍着哦，也是同款，啊，倒啊睇着同款，但是伊小可边会臭味重，小可呢，小可臭味重，迄落来有经验有看，看下知。我当下咧看现象吼，我知影，我迄种小款的，不是干那，你讲超会打，迄无出特别看无，因为迄阵我头仔迄阵在人病，迄阵也无其他的存在，也无什么啥啦吼，啊烧钱，伊咧烧两爿咧开，啊拢嘛在来催我，我急诊室的主任嘛，啊所以我刚来刚才无看，大家拢看我做好，我是咧负责救人的啊，啊伊什么人叫断掉，叫抬掉，啥拢来啊来催我，哦，我拢来。一直嘛，去顺丰啊，大好中心啊，像你们大家都讲话就好。我在那救人呢，对啊，拢爱同齐，拢爱合作，一直爱合作，袂当讲啊，好，拜啊拜，做医生就是啊，做医生就是，哎，啊，这些同事，陈光文，哦，啊，伊啊有小花，迄个，那是特别哦，这边特别。来，啊，迄阵就是有三个医生伫遐嘛，这是医院的急诊室主任，叫做李浩先嘛，即摆做副院长，医院的副院长。啊，这是儿童医生，伊对是阿边的，先有边的。啊，阮医界联盟是伫后壁。啊，这是我，吼，啊，这是护士。实在几啊天的，我三个医生一个护士。以后有什么小护士啊，有什么生生的无？啊，讲个你如果小护士，啊，生出来那无爱无食啦，干那安尼尔啦。连你院长都无伫遮嘞，因为院长去剃头啊，迄个，张启贤啊，对啊，伊去剃头嘞。不过唔做剃头，我唔知啊，为啥？伊讲个，伊讲一剃啊，伊讲一剃头啦，对。地头啊，要放的，但是真的，啊，你啊了的时，哦，开始各人种的，因遐对林边的人在话，拢是三六八百哦，啊，变啊表情，啊来，我做外科医生，这个表情一定个，
动作就是说，先对对入来，对对出去。哦，你若拍落贯穿啊，对对出去，啊出去的情形是安那？这拢爱爱记录爱足清楚。啊，你有我检查来，迄、那个伊对正面入来，伊迄个兴趣对正面入来，伊的正面吼一空，就正气空。第二空是下子话吼，啊下子听我讲，下正三，我啊内三，第三空是内三。哦，正面用三空入来哦，啊，经过八度，即、這个十二公分了，对倒面出去，即、這个要出去先吼，即、哦這个内三一空，啊，下子一空，啊，这样吧，无空。啊，边人讲，哎、欸，我你啊，今仔正面干两空尔，啊，边人讲，啊，可能我咧回首，啊，你啊，啊，迄、那个有无，这样吧，起来。阿长安尼，阿长迄个趁机人捡出来，单对余秀莲演戏。哦，迄阵阮伊来去讲是讲嘛，迄单对余秀莲演戏，伊唱出来，所以看即本三空拢有，内三也有，演吧，写字内三拢有，所以内三写字演吧无空嘛。哦，按着到边啊，你好，按一个趁机啊，迄个趁机拍伊，拍着余秀莲的脚。啊，即摆有用了做例行的检查，翕一个 X 光看卖咧吼，翕来吼，伊个光片内底插了一个清洁，一个子弹，伊个 X 光片里边放着。啊，袂安那，是安那，啊，啊，你爱袂安那，无，迄就是安那，啊，迄当判断出来，啊，这。我这个皮哦，我若放一只入去，是这个只，我放一只入去，一双入去，嘛是一个只入去，这个趁机哦，你养下来对。啊，调下来对，啊边啊硬起来，硬起来坐嘞，拍过来迄个咕噜咕噜，趁机个，哦，来，趁机个，啊你秀的刚刚就凶了。啊，是安尼个，啊，我就讲啊，啊，我就讲啊，安一定要做，要做一点嘛，一定的嘛。哦，新人讲的，我伫现场，我迄我检查的啦。赶紧，讲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子弹，爱吹出来。我先卡住袂，就换一台救护车啦。你也坐一台救护车，真正去吹着。伊阿拢找着证据，哦，啊，所以讲我讲判了，哦，第一粒是伫阿边迄个只嘛无出去，阿伫咧伫咧后边遐，哦，啊，所以唔是迄粒去拍着，不是，于是人是同一个，哦，于是人另外一只拍着，啊，伊个是伊内底，啊，我做啥看看啦，叫讲我坐我机会啦，啊，袂好讲到转来吼，阿边吼。我要讲下好就开心啦，若是伊若较久咧，伊就政治未得着吼，伊今日就总统啦。哎呀，做较出名出来。哎呀，当不了总统，当不了总统的吼，阿是是安尼做好。哎，我一查，我本身今日还蛮蛮好听。咱进来是这样关关机的，这边搞清楚。对啦，对啦，他是外外国，一时做台湾的总统，一时做台湾人的总统。啊，因讲好，我这中国的借账，中国借国啊，台湾人啊，你来借国借我，借我中华民国，这是因中华民国的。总统的，台湾人来说，那你只讲借国，哦，所以你是都不能的。总统一开始，台湾人一讲是叫借国的，哦。来，这个另外一个，我来讲发病啊，心脏病。我今日要讲的心脏病哦，我要三万安全浓缩起来，我大概知影讲，什么是心脏病？我再来讲的心脏病是啥呢？他早以前，咱咧讲心脏病，什么心动脉、心包瘤、心二尖肺狭窄、三尖肺狭窄，是不是？古早咧讲心脏病拢安尼哦，
以前常见的心脏病嘛，都会中间就是 percent 的，就是讲心脏肥大啊，几风湿性心脏病，啊是二尖片狭窄、三尖片狭窄，啊闭锁不全，是不是都会中间了？哦，高手怕的，都会中间。啊，一直鼓在做那个冠状动脉，讲有那个病哦，有空痰的哦，食袂饱的，搁熬油汤哦，你食到你，哦，你就当拢食袂饱啊。啊，油拢食无够啊，所以无迄个心脏病啦。啊，有心脏病就是啥，风湿性的心脏病，就是拢拢侪啦，吼、哦。啊，较早拢安尼哦。啊，若无哦，啊是先天性的，出事就安尼啦，吼、哦。啊是，他是心脏血管，心脏是心脏血管，心脏血管就是，咧维持心脏的循环，这个血管就是心脏血管，叫做冠状。冠状动脉、冠状静脉、冠状血管，哦，即个就是冠状。啊，这是现金诶，现诶，它都变都十趴是咧讲这啦。啊，其他咧十趴有哪有哦？就是心室肥大啊，什么二尖瓣啊、那个三尖瓣啊，即个不是无，也有足少。哦，好来。来，哦，这个叫做冠状循环啊，冠状动脉，现在，哦，心脏血管的疾病都是攻击了哈。你，哎，咱普通的那个大动脉啊出来，啊对肺部啊出来，对四肢哦起，啊对卡丘啊起，啊个断的，啊对迄个柔脉骨对静脉啊断的，啊个到个细胞起，这是全身骨的循环。心脏不息的循环就是讲这，这个冠状什么？这个冠就是冠状动脉，啊，是它抗原静脉，然后回出来我们心脏。啊，静脉放几高在边，拢在讲这，拢在讲这个冠状动脉啊。好啦，心脏咱即摆讲个病，我甲浓缩起来，敢若两种病。第一种叫做狭心症，哦，狭心症，哦，就是按在那拍照。什么症名叫做狭心症？你要问啊，什么症名叫做狭心症？那心绞痛，什么情况下叫心绞痛？啊？我讲心绞痛哦，就是啥呢？一条血管哦，爱流偌侪血过去哦。比如说我记一个，总一秒钟爱流100cc 过去，啊，伊一秒钟才流70cc 过去，啊，迄个时血就是无够对无？哦，血流过的无够，就会产生胸痛。干了无够了，血流过比较少量的血，哦，本来要较侪，爱什么较少，迄就是，啊，较硬，还是啊，拢会过，但是较少。啊，这款就是心脏头会疼，这就是三十公叫做夹心症。啊，夹心哦，夹心，迄、那个症状就是会疼嘛吼，但是吼、哦，因为迄是流较少血啦，你若去甲倒咧，啊是你甲坐咧，甲休困一下，伊坐咧休困，啊咩好出来，啊心脏伊迄个流血，啊就好啊。哦，所以夹心症。头啊，你简单就做，一打鼓啊就干了了，你干弄干了好啊。但是呢，到较久嘞，那渐来渐一直，吼、哦，愈来愈少。本来70%咧过尔，即摆剩60%，剩50%，到40%，到拢总无过，拢总无过过遐个人啊，遐个肉个人啊，死去啊，吼，遐个肉死啊，吼。啊，而且夹心症哦。有穿比较这那个，肝瘤，硝基肝瘤，叫做硝基肝瘤哈，那就是假的啦，另外呢，我讲给来说的，啊这样，这去个感染哦，哦折下啊感染，一啊尿，这个药啊哈，小心啊娘，啊伊能急速使血管扩张。啊你！你本来夹心就是啊，过老了烦嘛。啊！你即摆扩张起来，伊安那搞较济过，啊病好。哦，啊所以你甲讲咧，啊随病随好。
那是较新尔吼，因为血管扩张。哎，你人食了好过，人无食会去交货。啊，迄个、迄个叶心就是小化尔，叶心就是小化尔嘛，就是胃老无够。即摆完全无过，迄个另外一种病啦。哦，迄个另外一种，即摆介绍两种，三种病啦。一种是叶心，啊，一种就是哦，啊，所以你若咧听，啊，你甲你诶咧听，啊，你甲感觉了未？哎，啊，未好。安尼啦，啊第二粒咧，都袂好。啊，拢去放袂，无。是啊。迄拢闷闷啊，迄拢闷闷啊，对。啊，都袂好，啊袂好来找我，我讲个，太中意咧。啊，我甲中意啊，是安那？啊，你说的不是心痛安尼。你食了伊个扩张，啊扩张过痛过，啊就会，啊你痛过你还搁咧疼啊？表示你是什么什么跌打伤啦，什么伤啦？你都是心脏的伤啦，我咧甲中意。你都不是心脏病啊！哎，当治，哎当治疗，先诊断。哦，啊，你听我这意思无？哦，咱大家听了哦，这药也是治疗先诊断。啊，会好，我开了厂，啊，我就是嘿。哦，啊，若袂好，我比较中意的，你都不是心脏病。第二种，来。第二种叫做急性心肌梗塞，哎，这里中文含量多吧？英语的意思哈，叫做 infection， acute 的急性 ，myocardial 就是心脏的肌肉 infection， 以前没做梗塞，咱拢想讲啥？脱掉嘞，哦，十个骨脱掉嘞，不是脱掉的意思。细的意思，心脏的肌肉细，是安那细？会无过来啊？啊，无过来，迄、那个心脏的，迄边，迄、那个血管内，伊个营养迄部分细，那叫做心肌梗塞。啊，那这个心脏的肌肉细啊，不是塌的。哦，反正了，咱大家误会，讲是塌的啥？实际上是就是心脏的肌肉死掉了。啊，就是，咱咧讲，我其实是个 AMI， 啊，叫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阮伫病院咧讲，诶，叫咧安那，啥物 AMI， 就是咧讲这啦，啊，讲到 AMI， 就是咧讲，即第二种较重要病，叫做 AMI， 哦，啊，若讲起今来讲，啊，罕见个物件，我伫罕见个物件，讲啥物罕见个物件，罕见个就要起今啊，哦，安尼大家知哦，啊，它较重要病色。AMI，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吼，哦，啊，大家清楚，这是心脏病。啊来，哦，这你讲什么？狭心症的，讲什么小块？啊，迄个狭心症，有无？咱在电视咧看哦，电视咧看，啊，看讲哦，啪，一下，啊，落电视啦，啊，落吐咧，难免。啊来，一杯水，翻入去，安尼安那。啊，绝对袂好。哎，话你咧开做这个，我是讲是讲着你听。你刚才哦，只要你要谈来吼，谈起舌下的吼，一分钟就是一小时嘞，就吸收了。你若搁讲背题嘞哦，对危机哦，30分钟才有效。那你听我这意思哦，你舌下哦，这个舌头哦，一点将吸收你，不，一点吸收你血液嘛。你只吸收里面，啊吸收里面就对于迄个血管去，啊血管就是直接碰心脏，所以一分钟就好。啊你来导演慢慢嘞，佫看你几个了，乌白在做嘞，哇嘞，心脏病几分钟就好了。哎，咱我感觉对危机的药效是爱从什么开，太有效了。好，咱普通咧食药啊，像食了你经过胃液，30分钟才有效。不是啊，才会吸收啦。对啦，不要担心。啊，你就是做些点事，那等咱谈个，直接关起来，你搁退一杯茶，规个钱拢唔对的。哦，我是咧讲一个讲，大家一个底线啊，讲啊，你咧做到唔对，你咧做到唔对，袂使退钱，退钱咧比三十五够好啦。哇，对个讲，好啦，后一个代志，我袂讲。
他的子弹，那怎么子弹的哈？来，先当前是绝对先去做一个，做一个叫做 EKG 哦。咱日本来讲 EKG 啦，这是德国发明啦。伊咧做卡尿管，你卡 K 啦，伊咧做卡尿管，这样。这个 K 哦是，咱讲 EKG 跟这个 K 是德国的，是写 K 啦。啊，那 MD 是写 C 啦。卡尿拢上同款，伊咧做卡尿管，拢是发明同款卡尿，一个 C 的卡尿，一个是德国的是 K 的卡尿，日本的德国。啊，所以咱多少是在讲 EKG。哦，那我讲 EKG， 无人讲 ECG 啊，现在都爱讲 ECG， 就是心电图。哦，啊，古早讲嘛做，对啦 ，EKG， 哦，咱大家拢讲 EKG 嘛吼，啊，实是，迄真是德国话啦，德国话 EKG 啦，啊，你用到德国话，啊，所以来，啊，来先不要做嘞 ，EKG、ECG 做嘞，正常，来，啊，正常那边呢？心脏正常，但是一张正常的心电图，并不表示你的心脏正常。哦，是安那讲？伊无咧去啊，伊心脏病无抓起来啊，所以你做心电图抓伊无到啊。啊，所以你每当一张正常的心电图，就表示你是心脏正常。哦，啊无变啊，伊无抓变啊。好奇啊！现在的那跟医学上的讲呢，好奇啊，别那好奇啊！我照啊，我搭车，哇，全没有。我运动心电图的意思就是讲呢，哦，那就完全中心电图，那贵的哦。你现在干嘛做运动心电图？我是要好奇啊嘛。啊，那夹起来，你在照的中间，有在做心电图啊？哎，夹着。好，伊就运动了啊，偌济了，伊的心脏，伊的对其他地方会很快出来。老牙起来了，哦，啊，无牙嘞，运动先生做了讲 ，OK， 你的心脏都正常，袂当讲，你无牙啊，哦，你叫我插嘴来讲嘛，65岁，超60岁左右的人哦，请你不要慢跑，跟我讲你讲的，你慢跑，慢跑是这意思。摇哦，心脏不摇哦，心脏不平摇哦，心脏不平摇哦，那就是你做就是要心脏平摇啊！你敢知你无心脏病？你唔知啊？啊你头毛咧刺血，你敢做摇哦摇哦摇哦？你心脏不摇哦？啊，你听我这意思吼，所以讲未使，到有个人未使做慢跑，行路就足够啦。是你若行30分以上，保证身体健康，行30分得。30分得，马健，你都听到，请你不要贪污机会。哦，我讲贪污机会是啥？你不要好假嘛！这个运动心电图哦，运动心电图的意思，我多少跟你说，就是不要假嘛，啊，唔该看假对的。哦，那个心电图台就可以照。走翻一千多，阮咧一个记录嘛，你走过四个啊，一直行一直行，到偌济以上就未使走，我走就不一样。阮咧有迄个规定嘛吼，你要到偌济，到100米、200米，啊你就未使去走，要不一样。哦，这是运动训练图，啊，这个理论就实现，要叫伊行呢。哦，安大家知影吼？哦，知影吼？啊，这是要行，凭看行会着安尼嘛。我啊走咧，我可无行啦，啊可行无着啦，啊袂啦。那个基本上就是那种超音波哈，心脏超音波会当做，啊，反正心脏超音波，伊若无咧量，你嘛量袂到咧。虽然有较精密，比 EKG 较精密，可是有时候也做不到。阿边啊，下面再落一个叫 Saline test， Saline test 就是种显影机哈。啊，你做运动时咧图表。啊，心脏咧扑扑颤，扑扑颤，意思即下个管入面，啊，会走入去迄个血管内底。啊，看迄个心脏伫咧冠状动脉，看走了，咧走的时候，啊，伊会吸收的这个沙林，这个元素，看伊的迄个吸收是啥迄个东西。有问题无问题？干啥？啊来，啊今天我干啥就出来。变啊，最后一波啊！最后一波就是即摆做这个。
cardiovascularization， 卡里是心脏，心脏，啊，这导管，这是心导管，哦，这是心导管，啊，心导管比较难走。哦，有个人伊手做，有个人伊改变，哦，有个人伊改变做，有个人伊手做，哦，啊，做伊对于，插伊对于，要插伊什么位置？对，咱咧注射是注静脉，即个咧插来插伫动脉，因为要入去到心脏遐，哦，啊插入到心脏遐吼，拄好到迄个冠状动脉循环迄个口吼，啊叫咧，啊咱即个药啊。入入的，啊，关入面，啊，伊个成，伊个未成年嘛，吼，啊，关入面，啊，走看安那，啊，走看对一道擦的啊。迄个机啊，用一个自动的灌过了五十 cc、七八 cc 的迄个摄影机灌入，用机器灌的，啊，灌入了，啊，灌入，看你的那个冠状循环里面有哪个地方。较狭窄，还是窄的，还是窄，你拢看出来。哦，比如说这个地方来到这里，哎呀，那很无语，对，这样窄的啊。哦，你这种显影，这是动脉一条条，哦，动脉一条条拢看出来啊。啊，你去了解，来到这窄的，那油啊走袂过，血，这油啊走袂过就是血液没有过去啊。哦，啊，你得干工啊，记得。啊，所以你讲，你像讲，你像刚刚你讲吼，坑规矩，坑规矩，迄就是安尼。啊，迄个我提出来互咱上课去吼。你即摆安尼甲迄个钢吼，安插入啊插入去咯。啊，即个钢是空，啊，咱即摆甲将迄个，我只有两题啦吼。这两题吼，这边即题恁有看无？安尼，互我惊恁等下，等 pass， 直接 pass 过去嘛。这一只仔镜，一只仔镜有无？三盏有无？啊，你这只我放入去咧，所在呢，啊插入去，啊插入去了，就经过边安尼，安尼有无？啊，就是你下个所在人，啊你经过，你放之下就是这个原理，好嘞。这两一块是进前，啊一块是以后，哦你知影？因为设计迄就是讲，你加个下去嘛吼，啊伊人甲插入去。啊，碰到呀，啊，这个放对，伊就啪就顶对，啊，就把你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啊，破伤哦，来，这种给做这是小小的那个是先前要进去的哦，啊你碰几支，你讲我碰三支，啊我碰五支，啊是不是？安尼吼，就是讲这样，细支的，就是针对，啊，用起伊就啪就顶对。啊，就是伊整理安尼啊，另外变安尼啊，开柜啊，家己伊开柜啊，你个房柜伊就开柜啊。来，大家，参考一下，迄就是咱咧讲支架就是这啦，吼、哦。诶，用这個，哦，啊，若讲哦，有整五支六支，啊，有诶，有诶，毋是干一整年，有诶，迄个动脉吼，规抓拢是塌诶。你也无讲十来年，你经济呢拢无效啊！迄个高血脂啦，吼、哦，诶、欸，拢会啦，高血脂啦，啊，迄个 cholesterol 高啦，什么啥啦，迄动脉内底拢会塌掉去嘛。啊，你若十来年会当经，啊，若遐大只嘞，经无效在安那，开心开刀，啊，换起啊，无条换，是要对迄、那个。提卡筋嘞，还是提迄个下筋，吼、哦，甲换血管就对啦。伊一条甲换血管甲破，嗯，迄就是心脏嘞，血管的开刀，吼、哦，诶，开刀就是啊。啊，若短短啊，会当支架。啊，你若欠长，啊，伊若一直拢歹去，啊，你放伫地嘞，有效无？无采啊，你放支架都根本唔是无采，无效啊，当然嘛是难怪。吼、哦，啊，所以就是用开刀诶，哦，最好开刀，无条中嘛。大概拢啊，上厉害拢无条中嘛吼，这就是反正了解讲，咱即摆咧做迄个 CAS 心导管是到底咧做啥，就是咧做这啦吼。
哦，我这几个这个这信息记录在，他就说，不能不要做了，赶紧到家玩，看的呀。哦，啊，你这以后情况会开的，啊，若会开，那安尼自在就是，啊，就好，哦。哦，你看，咱到这，咱到这，看下啊。啊，你即摆在煮食，就把煮食个拢入啊，啊，伊就规放啦，啊，就好去，哦。嘉龙是伊伫咧讲迄个，咧做出来迄、那个，迄、那个新老板嘛吼。啊，动脉瘤就是迄、那个，伊说你看，伊个动脉瘤的意思就是，一条动脉呐扩张足厉害嘛，啊，药啊放入去，咱变做。有无？伊内底拢开，啊，咱药啊，伊内底啊，开啊，是迄是动脉瘤啊，肾瘤足大个，哎。啊，这就是咧，迄个一个咧讲迄个，迄个心导管结构有高压反应，啊，这个看会出来啊。来，我来开始小可来讲一下，今仔到点吼。高级班哦，高级班得爱加拢爱了解。新民有色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叫，我这大家高级班拢知。新民有色 ，People of Taiwan， 到底台湾的人包括什么人？所有的人啊，哦，你印度话那个什么越南啦、菲律宾啦、中国啦，是不是？这种 People of Taiwan。啊！伊个 people 台湾是对是当在保护 people 台湾，对是条法律。诶，咱即卖台湾在讲，袂使讲，唔，咱都拢安尼啊说。对是条法律讲安那，对是条法律讲安那，你讲安尼讲讲人唔解个，你袂当讲，那本来就是安尼，新民说本来是安尼。伊个理论是对，伊个讲不出来啊。对是条路写安那。即、這个 people 台湾哦，即、這个台湾关系法，美国个台湾关系法，美国个国内法，伊咧讲是讲啥？讲 people 台湾哦，伊拢讲咧讲住伫台湾的人，就是中国人啊。啊，咱 people 台湾，咱台湾人也是 people 台湾，应该知影，就是住伫台湾的人。迄、那个美国用咧国内法，美国 TRA， 台湾吼、哦，台湾关系法就是咧讲 people 台湾。啊，所以伊是咧保护，等下我来讲整理对啊出来。伊是咧个关键内容 people 台湾，伊因为伊承认要承认中国，要承认 PROC。P 就是 people，ROC 吼中国，啊咱这个流亡的叫做 ROC， 啊你平叫做 PROC， 这是 P， 这是 people， 哦，是中国叫做 people of Republic of China， 啊伊这边写 ROC Republic of China， 啊是 people， 伊个给中国去平是，中山中国给是 people 人民嘛 ，people 是人民的意思，哦 PROC。哦，这论述这样个啦，哦，啊来，啊这，意思这样讲过啦吼，前年台北，这是翻译之前，这个叫什么？怎么翻译？你怎么翻译？啊？我啊，一般的翻译是怎么样？对了，中国台北啦，外国人无咧讲什么哩，叫做中华台北，外国人到底怎样？前年是前年。伊还咧管你中国啊是啊是啥物？你中国啊啥物现实？无啊，就是中国啊，是中国台湾的。哦，啊我细汉本来就唔甘愿，细汉你真正唔甘愿。我台南啊，我到高雄啊，是啊，他拢用台，迄个台北。我拢较细汉，是啊，我要用啥物台湾？哦，是啊，他袂当用台湾。啊？是啊，他袂当用台湾。啊？流亡政府一定要用实体的名字，袂当用国家的名，袂当用县的名，袂当当然要用实体都市、城市，哎，啊，所以 Chinese 台北，哦，有讲过啊 ，Korean in Shanghai， 拢用着，拢用城市的名，袂使。啊来，啊这个 Chinese 台北，中间有点不哪里？来，我这里来叫大家。来，这里安哪搭？这里安哪搭？来，啊？比赛了，今天我给你分力啊，比赛了。这里分发的是比赛，演绎发的是 exile。
来，大家做一张。exit， 这样你不欢迎啦。啊啦 ，exit 哦，是日本欢迎。日本读作 exit 哦，啊，正式的你不欢迎读作 exit 哦，来，大家记牢 exit 哦。exit 意思就是流亡，就是离开本国，这个离叫做离开本国，就是叫做离开本国，就是叫做 exit， 重音体，好啊。exit 哦，是日本话。会使啊，是讲话无唔对啦。有若是对，但是迄是讲话。啊，若你若逐摆读迄个国际语言历史书，会使嘛？哦。来，即 government in exile，government 是政府啦。government in exile 就是流亡政府，哦，流亡政府叫做 government in。exile 哦，流亡政府。啊来，刚刚说，像就是，咱即摆拢讲 Chinese Taipei， 这是中共家族的字。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Taipei， 哦，是建设，伊这是关税盈利区啦。咱去参加，唔是干啥？因啦吼，伊去参加是国际活动，啥啥。中永这个关税领域区，就是强尼台北这流亡政府的，诶，关税领域区去参加，奥林匹克去参加啥？啊，所以用强尼台北，事实上是强尼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专门是叫做安尼哦，专门叫做安尼哦。来，中华台北意思只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in 台北，取其头尾缩写，这个名称是精准展现中华民国 ROC 在台湾的国际法上真实的法律地位啊，这是 Chinese government in exile in 台北啊。诶，这里嘛，大家爱捌一个吼。一般这里是叫做啥？啊 ，Bambra 是啥意思？英国经济学人话白话说，这是笨拙。比英语上，这里就是常常犯错的人，就是叫做 Bambra， 常常犯错的人，哦。他们的嘴啦，嘴哥像那一流，那个无意思啊！这是不是讲你嘴啦，是不是？常常犯错的人，啊，迄个杂事个声，妈，那慢了，接下来啊是慢了，哦，伊是虾米哦？伊个杂事是啥？妈，那慢了，哦，你在那讲啥物啊？哦，你像现在相当于这一个经济学的报价呢，哈、哦，哎，这蛮古啦，这股这个拿回单的哈，那健康的是不是？大家消化复习一下哈，蛮古啦，蛮古啦。我一个建议啊，伊经济学的报道是咧讲，咱台湾的经济哦，叫缩条，叫中国缩条的啦，什么线啦，什么线啦，伊咧讲啊，这个那这个蛮古啦。家己去看迄个中国用什么用什么用什么先？哦，啊，一块哦，其中一块是美国在后边咧搞的，美国爱伊签的，不管对唔对，伊若跟伊签的哦，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和解，哦，共军也是国军，啊，这个中都是国军。对，这是有一个真对咱的理论上有一个真好的所在，就是啥？当时你请伊来的啊，啊你怎样？你要甲爱着请走啊，啊伊请走，伊要有所在来去啊。你若两个咧对立，伊无法度通甲请走。啊，即摆好好改了，林丹岛、金门、马祖，你都可以去。哦，哎，这是刚刚讲的啊。好啦，我赶紧讲这个农业组，来谈谈这些，什么叫做农业组？
世界卫生组织，他是不是就是老瑞 A？ 啊？这个 A 的意思吼、哦，是 Assembly 会议，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来，一当一当开出来，这边要开来讲话的。三礼拜拜，就是193个国家的迄个卫生部长，拢爱去日内瓦遐开会，一当一摆去日内瓦。啊，咱哦，我去啊去六七当啦吼，去参加你安那家里边哦，带队带出个人去。哦，一个是，即个人个 HO 就是 organization 就是机构 organization， 啊，即个 assembly 是会议。哦，迄、那个世界卫生会议，哦，啊，所以 WHA 就是咧讲迄个开会啦，哦。哦，啊，这都大家拢去装啊，要死啦吼！去啊，就大家去遐装啦吼。对，装啥？哦，这个歪顺序啦，啊，这主选择啦，啊，这迄个丢了教会迄个总干事啦，罗荣光啦，啊，这吴树林啦。五三零零件，哦，伊，啊，这个，这个恁就较白，这个真古早是，海啊，玉书娘啊，怎卖？哎、欸，不是民进党，台联党。哦，好，这个。迄个是谁啊？是啦，迄个查某囡仔，迄个查某囡仔，迄个叫做啥？我说，是不是世家？对啊，世家。啊，哦，这边是家了，啊，林氏家了，哇，这边在那动作前的，那个李贵呀，哦，李氏是个做一线人物的那个秘书，嗯，那小黄老李氏，那这边又叫几个？哦，啊，加这边，这边啊。这张是迄个，拢无像人咧，即客观在私立啦吼。啊吼，哦，逐摆吼，因为咱台湾嘛要加入，啊伊就全部起来反对啦。哦，啊，即、这个伊去几档啊？迄个卫生部长叫做高强，伊就出来讲吼，咱中国和台湾血脉相连，我们都是兄弟。我听了拢不会啦，哦，我听到不能再听到不会，袂感觉。我起来，大家呛声，讲来呀！英语叫做来呀，就是讲说谎的。我伫个国阵，我伫旁听时，我起来甲呛声，来呀！呛声了，你那个警察出来拦下伊。我唔是叫你啊，我好叫你叫吼，中华的国干部，我是我第一摆来，我是挂，我是先挂第一摆，第一次那个第一版头版的。哎呀，那中华日报的头版，一种人伊嘛唔知啥，那就是我啊，我叫呛死伊啊！哎，哎哦，哎，就唔知这个回事。因为一种人知这个回事咯，因为台湾唔是一个国家，你卡那就大问题啦。哦，咱即个知影这个了，啊，咱古早，啊，逐当家唱，听只唱声，这个林这个林，你都唔是国家，你都袂当家哩嘛。咱个也知嘞，咱个也知嘞，咱就讲为了台湾人的健康，咱绝对要家哩出声，会无？你都唔是国家嘞。啊，所以阵就讲，哦，我来录音，啊，我来什么声？行啊，我来上班，我行啊，我行啊，行啊，我做神啊，我做拢不爱上班。国家的那日本的人，才找给他们家庭的了。啊，那是咱去甲告美国，用什么管甲告呢？我了解是个，是安那告美国的？你美国，我等下讲这个第23条这个吼，这是咱甲告美国是啥的？你美国是我正牌国去了，你美国来讲，啊，你帮我讲的人的领馆在哪里呀、啊？咱就是用这个，不是讲我的地位啥啥，哪里美国无要上？啊，各讲我的人权你要保障我，哦，这是什么？所以美国会甲咱发言，甲咱接受的是个，啊，这个美国是占领地啊，啊，占领地啊，咱在讲那个，啊，你我是去占领的，啊，你为啥把人来管？
你到这个交代先来管，你不管啦，你都你占咩啦，你都爱五千万人权吗？啊，美国的迄个宪法第五条，政治犯不说，人民要有履行的自由，啊，就是爱有这个履行政权。啊，咱这边全部落定了，咱这边一时要做这样。你爱你看咧，你放外放外话，你干那占公园放外话，等下我再讲下迄。来，这条医院吼，诶，老医的住在话吼，就是说一点，你口腔是一定要不行，完全是坏的。你不听住在话，人家就讲啊，不记得。我住在话去游园，无去旅游吼，一定会甲你带来遮。这是联合国的万国公前面的一条医院，这条医院的意思是既然讲吼，当时足侪地雷啦。啊，地雷足侪人叫地雷，表皮啊，无脚无手，啥啥，啊，为着怎样？伊就是夹一脚吼，伊三脚呢，夹一脚，你记着起来吼。哇，这条也长公尺宽哦，啊，长一脚啦，吼、哦，长。啊，伊就是遐个地雷议定书正式生效而创造出来的，比方有尊严与活着，哦那就像说，因为移植的断绝，就像上次的那一位地雷爆炸而失去的肢体，哦，啊，这你不等心的，你不放心，你女儿呢，不等心安插在那边，那个旅行团一定会带去看这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一个三角椅子啊，哈、哦，就是要纪念这个地雷。哦，啊，拢拜一嘛，拢拜一在开会嘛，那 WHA 都是第三个礼拜的星期一在开会。啊、所以咱去的美国去的医生，啊，欧洲去的，我们都会在星期天晚上，啊，大家就聚在那边讨论说，哎，明天要怎么样啊？明天早上要去请那个，要申请那个旁听证。啊，因为中空伊也派留学生去甲咱抢啊，哎，无几位嘛，咱就办公吼，咱明仔十五点就来排队，啊，是不是？都大家伫遐咧，伫遐咧会啦吼，伫遐咧会。欸、我看阮太太都有去啊。来，啊，这个是一个，对，那时候他是卫生署长，阿英太太是眼科医生嘛，哈、哦，阿英太太也是嘛，我们太太也科医生，啊、哦，阮就伫遐拢咧，就伫遐开会，两三百人啊，大家拢做个心的，大家拢是个一颗听台湾的心，啊，大家拢啊壮烈，拢是有家己去的呢。哎，这种是可以。来，叶书长，叶书长。啊，张富美，对，他今天干主持的，他今天。林毅杰，对，我在，哎，林毅杰啊。你们打幺五零。这赵，哎，林世佳，这进来做有没有卢锦泽？那阵大家拢话笑咧，啊，逐工都去啊。陈建，我。不啦，是安那咧？我睇伊我已经看到这个啊。这就是去年，无，我迄阵的去年，这是在控制在这，打厉害的迄个啦。我讲伊啊，这个，我叫我同事讲，今来打一次，这去年打，这去年打厉害的啦，打厉害都是你那个的。哦，啊对嘛，大家欢喜啦吼，他去排队，啊，摕着迄个旁听证，哎。有旁边证，啊，哦，对，五点门牌呢，啊，排到到伊八点开始，啊，退到九点，啊，九点开始，啊，就过去迄个，拄啊食迄个三叉鱼啊，遐号做联合国的迄个万国公的头前遐，啊，遐排规矩，阮较早无去的时阵哦，伊拢是遐是伊的抗议，抗议，他无声的，啊，伊讲，哎，庄院长，你来了吼，我这边有声的，啊，搁彩色，你看。唱歌啊，啊，大家嘿啊，啊，拜王加油啊，什么啥的，
哦，啊，我用二，我讲来要去的人来，咱来澳洲旅行，啊，两礼拜，三日放假，伊三日放假，变，就大家足硬去的啊，吼，大家拢去啊，所以我逐天拢，哦，拢礼拜拢去安尼啊，对。好来，这是我记的，这是旁边席，旁边席是这，哦，但这我先预备啊。啊，这是大会主席台，好啦，啊，开始放一个，你听看麦，我看你头发有过无？不是中国领土，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和台湾虽然至今还没有实现统一，但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海峡两岸民众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指命可恩的骨肉兄弟。中国政府始终关注台湾同胞的健康，愿尽一切力量维护台湾人民的健康权益。只要是对台湾同胞健康有利的事情，只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并且一定要努力做。我们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积极，一旦突破，
啊，所以你大家要突破，就是安尼我有听你讲的。因差不多做了这个观念，我是安尼才着重，对你讲来听。我家己要去的，啊，有政府带动，啊，你管啊，啊，还是啊。啊，对对对对对。所以才知，咱我背后爱学大家知影，咱是伫台湾美国军事政府下面的台湾民政府，台湾民政府，咱是台湾民政府是美国的军政府的部分，所以因遐唔敢干咱啦，哦，你若出出这个话，甲你俩。台湾民政府安尼算，啊，民国军事政府 USNG， 哎，但是你若爱讲事实，我等下吼，用我时间来讲，迄个最后迄个法律，迄个理论啊。好的。啊，先我卖看这個。我做迄个，迄个律师来鉴定。来，这个法律这个部分啦吼，来，大家做回来复习啦吼，全部认真。来，这个要紧的就是，我建议做几条吼，这些法律部分先了就是，第一条是叫做军事。恁哪免吵后下紧啦，恁出来转去吼，啊开迄个网络过来看吼，啊第十三期的迄个咱的上课情形拢有伫网页内底，哦，啊所以这拢有啦吼，那听不清楚，转去搁开这起来吼。即个 minimal information doesn't transfer sovereignty 吼，别当 transfer 转移啊，军事占领不能转移，哦，占领不能别当算吼，啊来。占领国必须承担例行保护。伊新闻甲你讲，美国咱即摆咧做就是讲，啊，你美国甲阮占领，虽然你是臭鬼臭头仔来第二次的占领，但是你主要美国是主要占领领土。你爱来顾阮的安全提供嘛吼，这拢你拢爱来做啦吼。再来第三条，流亡政府不分吼，这怎样？就联合国何在流亡执行管辖。来第四条。占领国必须避免其人口的迁移或租出占领地区，以改变占领地区是人民的组织结构。啊，不然伊就是公民，那作者难民对吧？啊，伊讲我是农民呐，迄种违反国际法。啊，我讲国籍的变更嘛，应该符合自动意愿，啊，很 legal， 法律上爱定义啦。啊，那讲好啊，伊个自动。也冇看到。可能都是在讲集体规划，那些有说世界吼规划，遐规划吼。来，即摆吼简单来讲吼，这个领土吼，啊含迄个殖民地，土地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领土，一种殖民地，吼。Territory领土，啊咱就要甲什么讲什么旅游，恁住哪是就。不可可以用形容词啊，固有，反正是领土 ，territory 就是袂使管的，哦，领土就是袂使管的，啊来，殖民地也使管的，我再讲到这，等待讲的，咱当时签条挂号，你分天皇的是，咱你总是啥，殖民地，对。伊们都较自由，自作主义。啊，哦啊，那英语是写讲那个 colony， 啊，含那个 territory 两种的。啊，两种，咱迄阵是那个 colony， 就是殖民地。啊，所以迄阵1895年会使挂号分田哦，也许殖民地可以割让吼。啊，就米西战争、西班牙战书，伊将以前也都系。这个 Puerto Rico、Cuba、Guam、菲律宾，那样是殖民地，你挂好几国啊？反正殖民地该咱挂，啊，领土绝对袂使挂。好来，啊，这个讲那个，这几条我没讲啊，这个上头讲过，这五条，不知道大家拢无讲起来，真是。来，看要紧的是这啦，来，台湾的真实国际地位为
日食美战，这日本是啥？天皇，天皇迄个，日本天皇的哦，大家会记，不是日本政府的啊。这有分，有上座，无上座，做啥物事？咱是日本天皇的哦。啊来，美国理想是啥呢？美国的军事政府啊 ，U.S. 就是美国 ，Military Government 军事政府占领的啦。美国军事加跟起来，即是 Government，The Government 是政府，美军 U.S. 美国军事政府来占领。啊 ，R.O.C. 来代理的哦。来，旧金山合约拢做27条啊，哦，啊咱有看过。这个旧金山合约27条，哦，我来讲一个，伊的关键，互咱知影，就是讲，伊来这个27条哦，1951年到1953年这五日咧开会啦，啊，开到1953年哦，开始要签约啦，啊，这个52个国家内底哦，有3个无签约，就是苏联、阿坎、波兰跟捷克，3个无签，啊，所以有这个签约的吼，有签约的，这个签约的吼。到现在签约了40多国个啊！啊，即摆伊迄阵有规定讲，签约了你爱要等于恁个国家个迄个议会去引进了，啊，要送个，啊，有具有效。结果就有3个没有送来，印尼、哥伦比亚、罗斯堡3个未签，所以附近沙河哟，四月二八生效已经吼，啊，46个国家签名，啊，即46个国家内底。ROC 没有 ，PROC 也没有 ，P 咱就要怎样 ？P 就是 people， 就是人民政府啊，哦 ，people 就是中共啦，哦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哦 ，PROC， 咱用 PROC 来记，啊就 ROC 就 PROC 哈、哦，这两个拢无签着，签着这个旧金山号，啊这个旧金山号27条内底，2条跟台湾有关联的，啊27条哦，拢无触犯到啥？天龙，哇，这重要紧的，拢无处罚的天龙，不管你啥，拢无碰到天龙。啊，所以台湾这个土地是天龙的嘛？有对一条条路甲讲，不是，无啊，没有那个条约说从日本天皇的手中拿掉。来，这个条约吼，有两条是27条吼，拢27条拢无讲到处分到天皇的。啊，对台湾有关系的，来您这管，就是第二条，我跟秘书两位做些联系。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s， 哦 ，and title， 啊，他那个 claim， 我讲哦，就是讲那个阿美就对阿美啊 ，all rights， 啊，这 renounces 是放弃的 ，all rights 就是这个一切权利，啊 ，title 就是这个权利名义，啊，他们这 claim 就是要求。哦，我农业是咱这就是伊个环境嘛吼。哦，日本放弃对台湾本土本岛的赢得一切权利、权利名义和要求。哦，这是23条，但是23条加分项。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a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这是主要占领全国。哎，我们找了相关条件之后，咱台湾是其中。迄、那个美国签名，这是合约内底就写，里面啊剩的，所以是美签的签名。拢比如吼，写个情形就是，剩的合约吼无啥好，因为这是世界公关，啊来，你开罗先生，好，啊、来，要唔再讲开罗先生？这南车吼有心情就是，这个1945年8月17日吼，这个由杜鲁门总核准。啊！伊在参谋会议，你一定要叫总统们加核准了。啊！他伫1945年9月7日对日本首相去发布，哦，8月17日，命令蒋介石代表日军接受在台湾的日本军的投降的。哦，美国为日本台湾的殖民者就反分配日军的殖民军，伊分配对哦，和蒋介石来管台湾，啊，佫就是说在。比如说台湾同块八万，第一个，这两个所在拢是马阿萨，两个就该先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哦，啊，尤其哦，
哎，你知影百万吼，无啥物件嘛，大家都伫食袂饱咧。啊，台湾汤也多，米也多，蛋多，啊，所以伊来吃好辛苦辛苦。啊，伫迄个百万吼，伊无米通收啦。啊，搁胡志明也厉害，胡志明吼是较厉害，伊看因伫连路拍分拍图，我过来给你管，伊多少是发图的嘛，我过来给你管，啊，你看这个。伊唔讲错啊，迄种就较熟啦。讲你才搬走，啊真正，啊就较熟去炒半冬啦。伊嘛是讲，当食好食就快啦。啊无物件收好米，啊台湾听就好。伊等贵个搬来台湾，哦。啊所以百花比凤，医生美国有人认为伊比接管百花的，哦。啊伊也凤，伊法国出来，法国出来讲嘛。啊是讲啊好，哎，迄个我先采访啊，等等。好，来。哦，重要病人就是这个吼。1945年4月初，天龙下诏书讲，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实施在台湾。这个重要病哦，明治宪法实施在台湾。啊，这个实施台湾吼，伊吼又经过国际法，啊，咱谈哪呢？国际法内底，伊古早。甲迄个嘛是伊个迄个，伊个迄个，毋是伊靠人名，伊个殖民地名，但是伊照国际法内底去甲皇民化，啊去甲变，啊变做伊个领土。甲迄个头啊嘛是，毋是领土哦，头啊是吼有人靠人名，哦有人是殖民地名，伊甲变做。啊台湾伊嘛是照迄个国际法，你甲实施皇民化，就是要甲变做领土。啊，对，1937开始做，1937做到1945年4月初，他正式公布，迄个日本明治民事宪法实施在台湾。啊，所以这个实施在台湾的意思就是，台湾变作日本的什么领土？你要若讲固有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看你要哪形容，我袂要紧，就是领土啦。哦，来。苏摩尼变作领土了哦。哎，因为1937啊，一开始伊实施皇民化，37啊到苏摩，差不多八冬的时间来做迄个皇民化呢。哦，有无？改日本名，我嘛是本来是日本名，啊，即摆改做三民省名。我较早日本名嘛是，我是交好16年生的哦，所以阮有人4、5个拢是日本人。来，三七到四五哦，他皇民化，不是我白讲啊。好，今天开始皇民化，明天就变成民主，不是按照世界公法来，这里是按照伊有照世界公法来。所以1945来，啊这边讲了，一开罗，我这边来处理。好，1937到印度，啊，好啦，啊开始属于开始有征兵了，较早叫做军夫啦，啊，叫做义勇军啦。四月初了的征兵叫做啥？皇军啦、啊，迄阵就变成皇军啦、啊，哦，啊，哦，朱元璋是迄个 colony， 迄个殖民地的时候叫做义勇军，啊做军夫，啊做啥？你到正式是领土的时候，就是当兵做皇军的，日本皇军啊、哦，台湾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这里面把日本都现成领土了啊！如辽东半岛，哦，咱知辽东半岛东西甲午战争嘛是挂好日本，啊是安那袂当，伊是领土，啊所以袂使怪，怪怪就搁行啦。啊日本要搁赔10万，伊就赔钱了是真吼，哎，所以土地就是袂当挂啦，土地就是袂当挂啦。来，伟顺少年书。来，这是1979吼，一个很要紧的。1979吼，这个美国先领 PROC 啊，哦，先领 PROC 啊，先领那个中国共产党做的啊。啊，所以台湾这边啊，以前官兵断交了吼，断交了台湾，伊就迄阵伊无法当管，官兵去做一个美国的国内法，就是台湾关系法。美国国内，你四月初了，伊追溯。来代替台湾关系法来替代
迄迄个迄阵是迄个马阿嫂，迄个爹吼明明吼，伊是叫迄个蒋介石来接的，迄个明明，因为即伊含中国建交了，迄个明明无效，啊，所以赶紧做起台湾关系法。哦，啊，即台湾关系法是咧讲兵破往台湾的哦，毋是咧讲咱哦，所有讲带伫台湾的哦。哦，马阿嫂 ，Lucas F， 马阿嫂，即活几岁？啊，你几岁？八十四岁，吼、哦，我那陈伟树，啊伊，哦，伊个伊伊派伍偌出名，那讲着马卡萨吼，就是伊派伍出名啦，吼、哦，派出来马卡萨。哎、欸，五星战将呢？我五星战功这样的，你我这样，啊，就派些垃圾人挂功这样的。是是是，这样讲的，爱干挂啦。本来啊，因为这个1979哦，四月初，因那个代理美国先生的授权书改称台湾主体，当时，伊现在不再称为中华民国了，用台湾 authority， 就是台湾自治当局。你讲因是台湾自治当局，伊无讲伊是中华民国，因为伊无承认中华民国啊，吼、哦。一生有 PROC 啊，七九年，啊，所以这个条约哦，追溯到1月1号，那条伊赶紧定这个期间也出嘴去哦，追溯到以安生伊这个土地占条嘞，哦，对英文先去啊，啊吼，在什么韩战爆发吼，又得蒋介石了，可是想讲蒋介石的蛋黄一年储备，二年缓攻，三年炒蛋，五年升高。哦，人家就是的，万一说那科举下这种发展，是啊，那个，哎，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啊，一年准备二年缓攻，缓攻大陆去，他来，就是安尼哦，婆罗门、富罗门，他直接想讲蒋介石有法度来对抗共产党，因为你讲比较韩国哦，他们那个北韩的打哦，那个中国。来个支援，用人海战术，来这边100个人上前线去。那就搞个阿伯刀阿伯剑，那搞个上前线。啊，你美军这边，你敢断无？唔敢断，敢扯来。啊，你要敢断无？那是爱敢断，那所以惨不忍睹啊！啊，那美军手软了呀，你怕他怕个？哎，都无武器啊，他没有武器啊，他就是这样。啊，他喜欢这个。小介石吼，唔知安那会当来帮忙，消毒消灭共产党。迄阵无，迄阵小介石要用上一回，要用西洋派人做啊。啊，结果救着人，汉奸救着人，亚洲的局势统统改变了。好来，开罗宣言哦，就怎样？今天是伫1943哦，伫迄个大战结束之前两当前哦，两当前就开个。伊咧开啥物呢？在一个宣言哦，讲日本自中国偷得的所有领土，这些台湾民国就写了。伊也写讲，日本去啊，他有个偷嘞，慢慢条约割让的啊，他有个偷嘞。比如满洲、台湾、澎湖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这都是。但是一阵哦，一阵啊，一阵才阁是台湾才阁是，迄、那个。殖民地啊，一阵还袂了，哦，一阵可能那是战争是结束哦，已经很好了。啊，因为伊写这个了，伊到1945四月初，咱台湾变领土了，到战争所以无法哩，哦，所以基本上知影无法哩。啊，搁一个，这个波斯坦宣言，这个是啥？日本是八月十号投降的啦，吼、哦，啊，伊先八月十啦。伊讲哦，这个波斯坦宣言是讲。声明三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一起致力于战胜他们，以及一起开罗宣言等对。啊，但是加对台湾不好，台湾已经是 territory， 已经是日本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以什么条约来弄？中国哦，所以日俗你战，那边共主公安的大力来了。哦，美国正面的啊，啊你不笑的啊，你拢袂当甲动啊，啊美国伊个就是在和平条约23条写讲美军是主要战略强国啊，哦，
啊，今天是在说鬼魔的功能啊，这是一只，你思考这一下，你如何看？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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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了，二零零四十二月二五，迄个南亚海啸，哦，二零零四，啊，我是二零零六月一月去的啦吼，啊，这我去日本啦吼，哎，我足神，我嘛今日无咧讲啥，啊，我要甲基督徒讲迄个圣托马斯，罗马，哦，伊即个伊迄张唔在，但阿兰迄张咁。你敢袂敢找出来？吼、哦，遐遐一个教会，啊一个迄，迄个耶稣一个学生，十二个学生其中一个，伊吼讲耶稣多啊，伊讲我较死都毋是，你无我甲望伊法度，法度叫枪插一个啦。伊讲我要甲望伊法度，看有影有枪插着，啊若有我敢要相信？啊耶稣基督，来，你就到遐咧咧问，来讲，而且你望一个。哦，来，这个就是那个罗马，啊，这个耶稣啦，有无看？哦，啊，我有去伊的头前哦，上啊，但是伊这个哦，到尾哦，有人去到这个啦，有人去到那个，这是印度的人民呀，我来去的所在，那个所在，有人足罗马的所在啦，吼、哦，伊有人去到印度人个城市的，哦。啊！伊写死掉，伊的尸体，反正这真丑呢。就是伊写讲，那讲这是坟墓 of Saint Thomas S A I N T 啊 ，Saint Thomas 多嘛？哦，伊都知影应该多伊的多嘛？哦，我听袂多伊的多嘛？就是对迄、那个以色列遐招来印度遮团结。啊，伊有啦，用伊哦，印度人甲歹势哦，啊，这伊的梦，伊的代志啊，哦，好，啊，这两个是很难讲的，迄个，今仔日吼，啊，本来准备做第一，但是无时间来听啦，哦，无时间来，啊，无时间来，啊，无时间去帮忙。但是我家己的经验都感觉上了吼，你等于也无讲安尼个，搁回两个啊，你可能讲无话，啊讲袂赢啦，你爱家己做家己整理，家己头人，啊我即摆咧可能讲拢靠我多，头啊等于，头啊你头先来等于吼，不行啊，赢你袂，哎，啊所以网络较紧看，你即摆迄个秘书长提迄个，啊是，咱咧上课哦。你等于拢看会着，哦，大家拢去遐看，看迄个秘书长讲啥，大家拢看。爱去整理，家己头壳一个，你要懂的，是安那，爱去整理出来。你干呐听听的，啊，这个我知，到时你大家袂知。哎，是这样，但是讲拢大家知啦。所以落去班呐，你哪无讲研究，你别日在是要做官员的呢？啊，永久的官员呢？啊，他都是这样，都久我唔知啊。那台南州吼，台南州的人吼，你拜托，迄咱院长讲的吼，你看你拢拜啥拜神，你会出现经营安那，哦，所以你逐摆咧做，又去签名无？爱签，爱看你会签的嘿吼，哦，你要拜较大。啊，哪个无签的吼？啊，哪个院长在做？啊，我建行是做鱼缸来晒的，一天鱼缸来晒的，一千块。哦，我白酒哦，有啦有啦，但是台南酒特别拢有咧。你去签名，还有咧做啊？伊有讲个，讲你签愈多哦，把你个牌愈大啦。所以爱去签愈多，谢谢啊，好，谢谢大家。各位同学，今天，杨磊，好，谢谢，好，我们。